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啊，就是在命令行点在这里。 执行完这个命令不给大家演示了，然后它很快就会帮咱们做好一个转换。我们回到上一边，回到上一边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做这样一件事儿，就是一个 process。process 的时候啊，它可能会稍慢一些。如果说你是用一个一 G 多的，然后执行这样一个命令的时候啊，它大概会消耗个，嗯，一 G 多的时候可能会有半个点儿时间吧，需要把呢它能完全提取出来。啊，这个速度还是稍微有一些慢的，可能不一定半个点儿。如果说大家的一个。 电脑配置啊，可能肯定会比我这个高。我现在是用的这个笔记本给大家给大家演示的，用笔记本啊，我之前记者花了半个小时之间才给它提取出来。如果说大家配置高的话，可能用不了太多时间。我们就把这个命令，然后复制到这里，复制到这里之后啊，它就会帮我进行一个提取了啊。比如说，我现在，我现在写一个，我把这个东西都复制过来吧。 然后我们 process 点 py，然后呢，我把它复制过来，它是有个名字的吧，把它重命名一下，然后把名字复制过来，然后呢，我写上一个名字，就随便写一个吧，test 啊三三三吧点 txt，然后回车一下，这个时候啊，它就会帮我进行执行啊，一会儿我就给它卡掉，然后咱们就不等它，先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然后。 所以一开始啊，可能还有还比较慢，它有一些初始化的东西，然后它会显示啊，咱们当前已经提取好了多少万个咱们的词条，这个比较慢，哎，我看这个出没出来？嗯，咱们的这个中文还是没有出来是吧？中文还是没有出来也没关系啊，我们先把它关掉。 咱们啊一会儿拿这个程序，嗯，不所有的东西都都读，我拿这个程序啊去读一个数据，在这里啊我还有一个 test 这个 test 啊就是说，嗯，当我做好了这样一个中文之后啊，嗯，我可以用我的一个代码去给它 open 吧，用代码 open 啊，它就不会那么卡了。然后我只读其中的一行，然后给它打印一下，来运行一下吧。 这个还是比较快的，这个就是我转换中文之后，刚才咱们看的英英文，不知道大家记没记得？第一个是一个欧几里德什么东西？现在呢，是不是它都给它转换成一个中文了？就是，呃，咱们现在介绍了一个欧几里德，然后微积分的概念什么什么东西，数学，哎，咱们也不管它是什么东西，这样了咱们就完成了一个，嗯、呃，从繁体到简体的转换，从用那个 OpenCC。那我们看现在啊，就是我在提取从那个 X M L 点 B Z Two 里边提取咱们的 Articles 吧，现在就是它。 会每隔一万个啊，给我打印一下。如果说大家用那个一点三 G 的那个文件，啊，它大概会有多少个？大概会有二十八万个吧。需要时间啊，可能蛮长，可能一分钟能提取个一万个，需要时间还、啊、蛮长的。这个、啊、咱们就不继续看了，我就给它卡掉掉了，咱们就不先看了。然后以每一万它都会进行一个打印的，可能加 C 我给它卡得掉。然后呢，在这里啊，就是我把就把它删掉了，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看了。 然后呢？现在啊，是不是我们已经把这个中文给它提取好了？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中文啊，里边它是长什么样子的？那接下来我要做的是不是？嗯，我要去做这样一个分词的任务了。咱们要做这个分词任务，啊。嗯，就是把一句话，然后我们需要在做 Word t w i e t e r 的时候，啊，它是要分词的。比如说，嗯，西元前，比如说西元前，然后三世纪希腊数学家现在被认为是。 几何支付，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分词吧。所以说啊，我们先要把这样一个数据再做一个处理。 咱们在在咱们做分词的时候啊，呃，如果说你用 Python 去做，那最简单的一个分词器啊，就是这个接 i 分词，咱们也可以它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安装啊，比较轻松啊就能安装上。安装方法之前跟之前一样，在这里啊就不做过多的叙述了。嗯、呃，这个脚本啊已经给大家提取好了，其实啊就是这样一个操作。嗯、呃，我们会把文件读进来，然后呢每个 l n 每个 l n 就是每个行都会做这样一个分词，分词完之后啊，我们再给它写入到一个文件当中就可以了。 在这里，我们需要指定两个文件，就是两个文件名字啊，一个是就是你的一个转 opencc 啊，咱们转换完简体后的一个文件名。我们来看，转换完简体后啊，之后啊有这样一个名字，在这里，比如说这就是我转换，哎，哪个错我们看一下。 这个 zh 减，然后找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啊？这就是我转换完文，就是转换完成一个简体之后啊，一个文件的名字，大概啊是有九百多兆。然后呢，下面就是一个你要输出的一个分好词的分好词啊，就是我为了方便起见，我标了一个一点三 G 啊，表示着这个圆大小啊是多大，然后分词完可以看一下又是多大。这样啊，指定好了一个输入，这是我们的输入，这是我的一个输出。指定好了一个输入和输入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执行一下这个脚本文件。 执行一下这个脚本文件的时候啊，它就会，然后，嗯，这个我就是，比如说我给它改个名吧，然后一个输出一个输出的情况下，我在这块儿再加一个 G 吧，然后给大家执行一下，别把我原来的文件搞坏了。然后执行的时候，它就会，嗯、呃，一个 articles 一个 articles 去跑，我们来看，现在就是它就是啊、呃，执行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，哦，先卡了掉了，然后给它改回来。 这个时候啊，它就会帮我不断的去做分词，不断的去做分词的时候啊，它也会帮我们写入到一个文件夹当中。比如说这个文件夹，这个文件就是我刚才指定好的我的原始的吗？然后这啊，就这个是我之前自己分好词的，这个啊是两个 G 的，是我刚才分词的吧？打开看一下吧，看它写了多少个东西。 嗯，现在一个这个写字板啊，打开的时候都会比较卡。然后这个其实写完词之后啊，它就是一个，嗯、呃，分好词的一个数据。比如说在这里，我们会把欧几里得进行一个，不是欧几里得后面就是做所有涉及东西啊，都会进行一个分词的。啊、呃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打开怎么是一个乱码了？然后咱在这里我看一看，嗯，能不能用我的一个这个 test 进行打开呢？我们把它复制过来。 然后，在这里我们去打开它。我们来看，这里啊，是不是分开了？欧几里得，西元前三世纪的希腊数学家，现在被认为是几何之父。那现在啊，就是说我通过了一次，嗯，咱们的一个分词啊，就是用那个激发分子器嘛。现在我们已经是把这个原始的数据啊，转换完了，一成一个分词之后的结果吧。那分完词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数据来进行这样一个建模的操作了。 嗯，咱们在建模的时候啊，还是给大家已经写好了这个 model。 这里啊其实并不难，只需要我们把数据给它读进来，然后读进来数据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指定啊，就是咱们的一些参数这给大家说过了，有个 size，还有一个名长的，你可以指定啊，咱们的一个窗口就是一个长度是多少的。然后下面啊就是咱们可以用一个啊、呃、多核的 CPU 进行一个计算，然后呢，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模型啊给它保存下来，跟咱们之前啊讲的那个是一样的，我们还是通过 g c m Model 模块下导入这个 Word w e t t e r 然后呢，用这个 Word w r i e t t e r 直接帮我们进行这。 这样一个建模的操作，嗯、呃，给大家演示一下咱们进行建模的操作，用这个 GCM 还是啊这样一个脚本文件。这个脚本文件里啊，我们还是执行这样一个操作，就是呃 Python，我们看这个文件里名叫 Word to Vector 的一个 Model。然后呢，在这里啊，我们把咱们分好词，注意点啊，就是说这点数据是什么我传进来的，我传进来的是一定是一个分好词的一个数据。然后你分好词的一个数据啊，用的是叫什么名字？咱们在这里就写上它的一个名字。 然后后面呢，就是后面就是你的一个，嗯，要就是要就是一个生成的一个 model 叫什么名字，在这里啊也给它指定好了，它生成的一个 model 是叫什么名字。那么接下来啊，我们就执行一下，我回车一下，来看一下。 执行的时候啊，它就会帮我们进行这样一个操作。在这里呢，它就会啊，先帮我们进行一个不断的建模。这个建模过程啊，其实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的。大概是，如果说你用那个一点三 G 的一个数据啊，可能要花个嗯半呃不是半个多小时了，可能要花个几个小时吧。如果说你用一个几百兆的数据啊，一百多兆的数据，可能呃十几分钟，甚至不不用十几分钟啊，它就能完成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建模的操作。在这里呢，它就会啊，不断的帮我们去建模用。 这个神经网络，然后啊，神经网络的迭代我们就不看了。然后它会在这里帮我们最终生成出来这样一个 model。我们来看这个、啊、就是我生成出来一个 model 吧。这个 model 就是我啊最终得下来的一个模型。那一会儿呢，我们也可以用啊，就是咱们生成出来的 model 啊，帮我去做一个事儿啊，就是帮我去做，嗯，咱们的一个进行，就是可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向量啊，它的一个结果是长什么样子的。